备肉两包。来看一下哈，这里有大炒蟹啊。大炒蟹啊。然后昨天有人问巴吉拉，他拿来了。他说我要吃，他才拿。巴吉拉那边。巴吉拉。然后那边有 ，OK， 还是九级辣吧？应该是九级辣。鱿鱼条石斑，然后有扇贝肉、咸猪肉、花枝丸。扇贝肉软丝，软丝。是吧？那个石狗公排那个厂家厂商，今天有石狗公，今天有石狗公，十八公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猜，我看一下。鸡巴毛。我好像有看过。它这是鸡巴毛。干嘛？人家放了钱。快一点，那排可以收工钱吗？这一只叫做工程已经在七八毛，一千七没有贴啊，七八毛。这是石狗公哦，石狗公，石狗公是小胖熊来的。石狗公，他不知道最近没有，他最近没有空上来，不然他就全拿了。他不会来高不会啦。啊？是啊，鲫鱼是你们上一次那种鲫鱼，这只没猜出来，一只白鲫鱼强啊。下啦。这只，这只，刚才那一只叫什么？海基姆啊。这是海基姆。对啊，那个海给我啊。不像啊。那就是海给我。哦。这么大只海基姆哦。哎哎，这什么鱼啊？这吃皮了。吃吃啥？吃皮了。吃皮了。哎，鲑鱼啊，哪位啊？鲑鱼啊。鲑鱼一只一千七。一千七啊？哎，海那空的呢？啊，海那空运的，空运的啦，空运的，嗯，你空的，空，我你空空啦，我空空，哎，你空，我空空，我在你食跳啊，你食一块生的化鱼啊，我真巧哩，我跟你讲八九的，伊敢那无蛤蟆打字，恁那边蛤蟆唔只来食，你看你安那花，伊敢那蛤蟆打字啊，未晓算数学呢，安尼哦。啊！恁那边是讲要生只巧？对啊。啊！恁那边要生，你讲到海咯？什么八六四十二的是伊啊？啊，是哦。啊。可以啊。也是，我不爱跟人家聊天。啊，也就人家讲到我，然后就回了一句说：“拍点错错事。”然后其实我怕就也是错了。高白木啦，啊，对啦，哦，啊，你靠近先吗？咪，哎，哎，无，咪，哎，高白嘞，高白，包呀，哦，对，今天要让自己，今天要让自己稍微轻松一点，对啊，哎。你老是切高价位啊！哎，毕竟他从之前这样直播到现在三年了，偶尔稍微轻松一点没关系。他每天卖哎，你看，现在播了每个礼拜五场，哎，是不是高？然后老爸每天五场，这样十场。看到没有？他们是最多场的哎。能得沙发哦，得八五。然后阿根六场。哎，阿根现在礼拜四有吗？贵呀贵，你要加一千七。真正上涨，你看，阿哥礼拜二有卖，到礼拜天，我不知道阿哥礼拜四有没有卖。你刚才来买的鳕鱼哦，正龙，你刚才有来哦，有来，那怎么要快回去？阿哥现在礼拜四有卖吗？有。所以他现在是休礼拜四跟礼拜一。二四六。阿哥呢？休二四六啊。哦，阿哥，礼拜二也休息，斗六他休息，他斗六要休息哦。我家休息，我家礼拜二休息。可是他这样，他有一个重大的任务，他必须要来载我。礼拜二来载你？对啊，好不好？
伯南哦，这搭超超你好了。恭喜伯南！你老说那二十岁，你叫娶某，叫娶某。伯南，伯南，网络上都这样恭喜你的了。我爸我。你今麦真正娶啊，啊无人我啊恭喜啊。帅哥，看下面这黄二十分呐，黄二十分哦，这几分？两块百五，两块几分呐？嘿，一块百五，两块三百的。这东西不要去。我六点做多少岁？真的吗？因为我没有办法去了。麻烦你了，下半局。差点很爆了，什么？我先。差点很爆。好了，你切。可以啊。八七跟九，六百二十四八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十支五百。六百二十四八，拿着去点了。啊，你鲈鱼无？我要吃的。鲈鱼一定有的啊。鲈鱼无？没有，你今天没鲈鱼，完全没鲈鱼。去沙田了吗？你现在都叫我弟留货，然后下班来拿。主持人好奇怪哦，主持人真的很奇怪。尾巴一盖来，那人有很多吗？上礼拜五人有很多吗？那就开始开单。你有可能冇公告。几多啊？六对哦。大家好，先帮我们按到一千个赞。大家好，先帮我们按到一千个赞，赶快按下去。先帮我们按到一千个赞。还要切吗？哎，我一盖礼拜然后真的切无，你还没给走诶。哎，俩休困拢买广告。你当时咧广，你当时咧广告是啥物事？诶，啥物地方诶？咧两个人去查你，我拢靠白休困啦，还没去白走诶啦。你爱直接问啊？无，我拢打电话问伊老，问伊才才实在啦。有当时在接无？你广告，广告，迄啥物？较详细。诶，推盘了未啊？还详细。还详细。诶，阿弟啊，阿弟推。十比五百。好食无啊？好食。好啦。迷迭香的吗？打车十几五百。好。包含要转来咯，今仔做工课啊。要做工课啊？你摆在做工课哦。系咯，家己需要爱做。哦。啊，你做头家，做头家。打车十块啊。哦，无大饼加细行。哦。拢爱食，拢爱饮。十块吼。准备开支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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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有啊有啊，无来无去，怎么离婚咯？因为结婚无能，能无能办到离婚啊？果然啊，系啊，结婚前，结婚两刚离婚哦。阿哥阿哥要娶，唔得讲哦，你阿咧看这鱼虾，咪就俾阿。想到离婚，你知无？伊讲娶伊来讲过，伊听无啊？靠！伊讲娶伊来讲嫁婆难伊间。哎，你讲学鱼啊？不学鱼吧？抓地啊，不抓地。桂冠早，宝莲早，金恒早，桂儿早。哎，他黄金呢？过来嘛，鸡腿排。黑皮好早。你讲学鱼啊？我帮你问。还有学鱼无啦？有在那边，一箱一箱的在那边。欸，你今日看爱坐个多大地有无？一坐伊看卖是大地哦，看卖爱大地。啊，恁爸今日开始跌单卖哈？系啊，伊今恁爸即卖就跌单开始卖啊。哦，恁爸看恁爸伫咧卖鱼吼，也是真正开始查到多。恁爸啦。恁爸，这是你查你查一批。查到地。未使有听到伊手机哦，未使听到伊手机哦。啊，来看下手机诶。十支五百。哎，听到伊，等下拍完超过规定，佫开始炒面。六支三百啊。四支六啊。
你怎么吃？哇，还是珍珠石斑。好啊。我跟你讲，哎，可以学伊啦。我这个贝贝，剩个目珠灰色。啊，剩钱就无花啦。哦，我无咧剩钱，我干啦负责负责赚钱，我无负责剩钱。无你钱他怎样？哎，我钱赚赚咧，哎，要开钱就搁欠款咧。真啊假？真诶啦。啊，你啊做啊落擦啦。啊，无做。顶家个买冰淇淋十块，讲爱七块。啊，错未？错我未？也未啦。那加错啊？那加错啊？我已经错了，安尼啊，那加错啊？哎，买冰淇淋买十块冰淇淋，你搁扣我票转来吼，伊只。哎呦！哎咩？哦。哎呀，这个好小哩。哎，好小好大。你搞啥说的？二四大地，二四大地，三地、四地、五百块。还好嘞，我看下，我定来看你看过啥大地。有啦，迄有三地、五百个啊，三地、五百，嘛有五地、一千个嘞。咦？一张客家鱼啊，系嘛？要几多啊？一张客家鱼都是大地啊。好，按五百哦。哎，对。不能退了。哎。你个人钓啊？个人钓啊？佮佮无佮起五百啦，佮起两个，佮起五百是多一千啦。好啦，好啦。这回一千，可以。你昨天爱食要发大，昨天食的。你看，拢是为着囝的嘛。啊，地拢食泡面。哈哈哈！无较严重啊，食泡面。干了好吗？安尼要等回去，甲阮爸讲，爸安尼欢喜个，逐摆看手机还阁会笑。你爸、喔？系啊。是安怎？都坐你遐看手机还阁会偷笑，我来坐你笑。问讲你笑呀？你讲你甲我管，我袂来笑。好啊。有啥物事哦？今仔细看。嗯。你先讲。这地方就搞这么多，是吧？哦，你好嘞。好，谢谢。过来麦喽。Hello， 伟冠嫂哦，我看你是啊。浦东有直播，等一下会直播。我值班无聊起呢。何时可以看到重播？什么重播？重播。你要看什么重播 ？YouTube 随时都有重播啊。飞机也是七几分钟的，两分钟哦。然后脸书这边哈、哦，因为结束以后大概一两个小时，我就会把这边的砍删掉了。是啊，这是这个直播一两个小时后就会删掉了。还有说，如果是这一场的重播，大概是礼拜二早上，礼拜二早上会重播这一场的，在 YouTube。三百，嗯，换了换了换了。八百、七百、好几千，等我哩啊，过江，好。好，接到水啊。竹东今天没有直播吗？我等一下看一下，我问一下线上的，竹东有直播吗？好，下次等我一下哦。文兵长，小兵长，这四只五百，好，这进入上班四只五百。四只五百，然后睡觉呢？啊，睡觉。你不过睡觉。啊。你不过睡觉。我这两个卖得比较大嘞。对啊，还得博啊。哎，叫泰国虾哎。博龙仔。博龙。对，博龙。啊，这。博龙啊，博龙。博龙，是吧？就不是搞博龙嘿哦。今天有泰国虾，今天有泰国虾。干嘛？今天有泰国虾，有没有人要全拿的？没有。哦。今天有泰国虾，有没有人要全拿的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你怎么都跑了？五百五百，那要五百哦。五百五百啦，不买单。不是那要五百。好啦。这么久，你还没打？安全啊。你住到位？郑坤长。啊。你啊。我住到你咁济，我住沙仑的。沙仑。沙仑。海山。哦。你高兴啊，当然，我当作你阿金牌来。阿金嘛，阿金嘛，老多海山。海边阿金好兴六港的啊。哦，对啊。兄弟，苏东找不到直播哦。看我的位置。
那就是没有了，竹东就是没有直播了。变，别看大。啊，咱那边包夜好。范林家你好。哎，还是阿金排来的。哎，螃蟹，今年敢过来？有人要吃螃蟹哦，三百块。今天有漏鱼吗？有，今天有很大的漏鱼。板壳蟹啊，这个蟹那个蟹超大。今天有很大的漏鱼。三百块能卖不？三百块。来。今天有很大的漏鱼。泰国虾全拿多少？我问一下。对比赖，你有办法过来拿吗？过来螃蟹不？对比赖，你要从丰原过来吗？确定？我问一下，全拿多少？多少钱啊？泰国虾，泰国虾总共多少啊？泰国虾有多少？多。全部了，这边全部多少？全部了，嗯，不和你来讲啊。全部 ，OK OK， 这也是全部了，泰国虾这也是全部了 ，OK OK， 泰国虾这也是全部了。到什么到什么？我懂。这是什么？看哪？哎，阿水在哪位？在哪位？哎，老水在哪位？哦，现在他讲了，他说都，他准备讲价钱了，全拿。什么东西？冷清的。两千块，两千块，两千块。叫这个两个人，哎，安尼做一箱。好啦，我看到了。我紧张啦。我准备什么？准备什么时间？哎，还给不？还给不？哎。这大只啊！哦，这种。来来，先拍照了。这大草虾，这大龙虾了。这超黑。那个你搬的。哎，那个泰国泰国虾。泰国虾。我怀疑你讲白人管哦。全拿。这急性的哦。不要。泰国虾是丰原的客人要过来的哦。礼拜四丰原的客人的。1000啊，1000块，1000块，贵价，嗯，是，六月十十八啊啦，够不？啊，帮你拿，帮你拿，谢谢。那个泰国虾，泰国虾包起来哦。我看你啦，他都话老了，看我。啊，要弄我哩啊，弄我哩，要贵不贵？要贵不贵？多少？多少？弄我哩。多少？多少？才450只，2000包，2500，千五了啦。我包西西啊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什么物件要来买啦？你是丰原的客人啊，泰国虾啊。哦，到这泰国虾。真的啊？真的啊。你爸听到气死。你讲，你等一下，你爸讲，哎，嘿，银行经理来我买呢，阿伊都气死，我来讲。你食伤济咯啦，要食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什么鱼？东一路上。一种什么鱼？什么鱼？嗯。你目前还几部啊？还几部？哎，还大只还细只？一千五的大只还得细只？啊对啊，都是五百哦。好，还给我，还给我煮汤嘛？那黑人啊，我爸不能卖，我吃。对啊，哎，录的是清蒸煮汤，卖用蒸的怕笨。好呀。这什么鱼？九楼。九楼。飞机员起来喂。大草虾怎么卖？刚才有说了。好像一盘一千，它这样分成三盘，所以它全部是3000块。这回给四百个先卖，几包拢去？五斤。师姐刚才好像喊一盘一千，然后那一盘分成三份，3000块。哦，我给他搞了。哦，好，来我这。一盘一千，然后分成那一盘是总共3000块了，分成三份。啊，全拿的话一。全拿的话应该会比较便宜一点。这个是三包了，哎，包两包、三包、二四包、二五包、二六包、二三包。
来二四六来三百块。二阿妈海龟鸡不？这个煮海鲜。